大家好，我是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辛晓杰。2022年世界杯正在卡塔尔如火如荼的进行，你们知道在卡塔尔这边神奇的土地上有哪些小动物吗？今天小杰来到了广州动物园，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小动物们。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快看这么小的狐狸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在卡塔尔你可以捕捉到世界上最小的狐狸耳廓狐的身影。耳廓狐又称非洲狐，从身体比例来看，它们长着一对巨大的耳朵，有了这对耳朵来散热，它们可以很好地适应炎热的环境。不仅如此，这对大耳朵也同时赋予它们良好的听觉，使它们可以迅速察觉出附近猎物所在的方位，从而快速捕捉到美味的猎物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萌呢？在多哈以北50公里左右的地方，有一片古老的红树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每年有一群鸟类成群结队地飞过来，在这里过冬。没错，就是我生活的这群火烈鸟了。从11月到次年的4月，也是红树林最美的时刻。你可以在卡塔尔563公里长的海岸线上的不同地点看见火烈鸟。卡塔尔的艾塔基拉红树林是这些优雅的鸟类最喜欢的休息场所。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些动物之外，在卡塔尔还有极其珍贵的阿拉伯剑羚，最为昂贵的阿拉伯马。那么你们知道在卡塔尔还有哪些神奇的小动物吗？赶紧留言告诉我们吧。